有请主持人新月。2018年的足球世界杯，让全世界的球迷记住了一支队伍，就是克罗地亚队。克罗地亚是欧洲的一个小国，总人口不到417万，经历了国家分裂和10年的内战，可以说国家实力并不雄厚，但是就是这样一支欧洲小国的队伍，战胜了传统劲敌阿根廷队还有英格兰队，闯入了世界杯的决赛，并且一举拿下了2018年足球世界杯的亚军。可以说逆袭是克罗地亚队最好的标签。同样逆袭的还有今天的我们两位主角，也许他们在人群当中是最平凡最普通的那一个，但是后来却成为了舞台上最光彩熠熠的焦点。他们是谁？又是如何逆袭的呢？有请本期主角。Get the point? Good. Let's dance.